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范例二。投手将质量为0.15公斤的棒球，以每秒40公尺的速度 V1，由北向正南方水平投向本垒。被打击者以每秒30公尺的速率 V2，沿正西方水平击出，如图所示。已知球与球棒接触的时间为0.001秒。第一题，打击前后棒球的动量变化量是多少？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，一开始是从北往南的一个动量，就是 P 出，可是后来被往西边打，所以后来变成了往西，这是 P 末。那 P 出是多少呢？是质量乘上初速度。也就是0.15乘以40，就是6。那 P 末呢？末动量是0.15乘以30，也就是4.5。但是我们如果要算动量的变化，我们不能直接相减。它今天是向量的减法，它是向量的减法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子。后来的是这样子，那是4.5，那原来的呢是向下，原来的是向下，然后是6。那我们要用后来的去减掉原来的，那变化量就会是这个方向。这就是向量的减法啊，这个就是 delta p 啊。那其实因为它今天刚好设计成直角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判断的出来这个 delta p，而且它刚好设定成六比上4.5，刚好是4:3。那所以它其实是4:3:5的一个三角形。六它是4乘上1.5，所以斜边也是5乘上1.5，所以斜边就是7.5。单位是公斤乘上速度的单位，好，然后方向就是北偏西37度，这就是第一小题。那第二小题呢？冲量和动量变化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动量的变化是只有合力，是只有一个啊，一个物体它的动量。就是它这个物体它的动量，它没有第二个动量，那它前后的动量变化是由合力所造成的，这个式子是由前面的定义来的。那我们只不过是把时间乘到左边，得到动量的变化。那么冲量是什么呢？冲量 J 是个别的力。并不一定是合力，那同样作用一段时间，这叫冲量。那冲量是由个别的力去造成的，而这些个别的力所造成的冲量，全部加起来以后，就会变成动量的变化。这些合力啊，这些力全部加总起来，最后就变成了合力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这些其实都是向量的加法。所以动量变化其实就是各个力造成的冲量加总。那今天因为题目它其实哈应该要写得更清楚一点，应该要写。忽略重力的冲量，忽略重力对球的冲量，好，原本它应该是有球棒对
球的冲量，然后再去加上重力球的地球对这个棒球的重力所造成的冲量，那这两个相加以后才会是动量变化，然后才会是合力乘上这段时间。可是现在因为题目其实是把重力的这个忽略了，通常是因为棒球对球的打击力道冲量比起这个重力，比起球的重量来说是大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重力的冲量。好，所以其实今天棒球对球造成的冲量其实就是动量变化。那动量变化在上一题已经得到了，其实就是7.5，然后是北偏西37度。所以一样，好，跟第一小题一样。第二小题也是跟第一小题一样，是7.5，然后北偏西37。接下来第三小题，那接下来要求它施的力，要求它施的力就是用动量变化对时间平均。啊，不过它是问球棒对球施的力，那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写，啊，棒对球的力其实就是冲量。棒对球的冲量，然后呢，乘上作用的时间。啊，对不起，不是乘啊，是除，啊，是除，啊，应该是力量乘上作用时间才会是冲量。我刚刚写到反。所以应该是这样。啊，所以结果是7.5，去除上0.001秒。这是题目给的秒数，所以结果是7500牛顿，方向也是北偏西，37度。啊，这就是这题的做法。那可能如果听不太懂，就请重复播放一下，特别是在这个冲量和动量变化的差异这里。再强调一次，啊，这些冲量全部加起来，才会是动量的变化。那相当于就是右边这里是所有的力全部加总以后才会是合力。也就是说，动量变化是看整体的效应加总，而冲量是只专注看其中一个力所造成的效应。